是他的形象很正，然后他是也是有那种像那种英雄的形象吧。在这儿明确看见他了，我先走了，刚好他也看见你了，你们俩眼神交流了。他把脸转过来，然后你跑这边来，他这么风的距离可以跑这边来，然后恍然大悟之后，忙把他手给握住，给六下手给握住。嗯嗯，好，哎，就夸张一点，哎，好玩一些。我叫柳云霞。对，然后两个，哎呦，走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这还可以的，因为我们要用很多肢体语言来演的，因为这些都不带话的，所以动作要大一点，就是真蛮好玩的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不想跟你分开。孙子尧先生，你愿意娶柳云霞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柳云霞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孙子尧先生吗？我愿意。